手。小心嘛，这两不简单。哎呦！哦。寒风顺动，如飞鸟飘花，半风缤纷，应是金殿宗师气派。啊！哦！哦！哟！你轻功速雄，霸气生兵，哦！隐身女，传回这妖孽。我是你的不行，印度龙，你不要进吧！呀吼！你到底是谁？魔族的人？你不是魔族？砍头砍面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魔术要抵消？不讲。你要起来拍个你讲为止，实在输得了。冲出再起，将武将拖走如流魂天空，一边应变，一交还交，主播交响，曲组行交响，随时声响，就一扬飞袖，难以交界。这是什么剑法？无名剑法，专门怕你凶无名小子。啊！一股呢，飘渺无恙。英武江湖的卡波，英武江湖的攻势，让武将安逸阻击金殿，红兵将顿时重创。起码砍头砍面嘛，也没掉落。看你的真面目是啥？是你啊！休走！要这边的东坡呢？奇怪。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人的功夫吼，那在武林上，那绝对不是无名之辈啦。那个竟然你会当打败伊，那剑无剑啊！那你伫这段时间，那真正进步飞快呢。哈，这不是我的臭蛋，我只是小看人真认识你。你看，我变得这么强了。啊，讲出这种口气话，是落心机，唔讲了。